先做个自我介绍。啊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乐华娱乐的胡文轩，啊，今年19岁，身高1.84米，体重64公斤。对。你写的歌可以唱两句吗？曾宽过蓝天下，我们一起走的那条小道，怎么都看不见你的笑，一眼角的那颗泪珠，请让我请让我帮你擦掉。我发现你是一个很容易害羞的人。你知道你现在整个人有多红吗？对，是吗？哇！看看你耳朵，跟他给一个特写的。啊，不是。你整个人都熟了。是吗？是怎么做到的？所以你私下是个害羞的人吗？私下我特别活泼，特别大方那种。但是可能是因为所以大家都是今天第一次见面啥的，就准备给我们准备点什么礼物啊？行礼物嘛，礼物啥的他们也没跟我说要准备。所以这次去大城打算带什么？哦，对，会带本子和笔，就是自己可能有的时候会写一点东西，然后让自己看见。你是会自己写东西的那种？啊，对啊。就写点就抒情的那种，就晚上鸡汤的那种。哎，也会吧，会。但之前经常有写过，因为在练习的时候特别累，哎呀，没地方发泄，就写下来吧。心情的改善。嗯，对。所以你白天晚上差不多，你白天是一个活泼的人，晚上是一个就是。哎，就是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在别人面前笑得很开心的人，一般私底下都是比较重感情的人，就是感情比较多的人。我觉得我就是那种人。